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收看本月的时光组之星 Top 5。这几位时光组都是在绝地求生当中非常知名的时光组，那他们在本周有什么精彩的表现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我肚子超痛，剩下交给你们了。如果我不在圈的话，帮我扛进圈啊！帮我炸倒，扛进圈，拜拜。射手见了各位。Flash。欸，他不在圈的，靠腰。评价直接靠背呢，火旋。你先去，你先去，你先去。会用车把他们扛起来。不放车，好笑。你把他放车，引擎盖上面。不要不要不要，等下等下死掉，白痴。直接走，直接走，直接把他扛走就好，直接把他扛走就好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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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啊，跟乖呀。好。进来进来进来。好，放下来，救他。干，这个真的很好笑。他要早把我扛进圈了吧？啊，你不在圈呐、啊，你剩十秒哎、欸！你他妈不在圈哎、欸！现在补救回来了，干掉了！掉在这，怎么有人？为什么你们那么远？我在这什么鬼地方？我不知道，我是超远。完了，他们在救我，没有没有，我杀另外一队。